干，怎么刷来刷去都这几张啊？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需要更多金矿。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当这个宗师菜鸡就对了。被盖到一次是我不小心，对，盖到两次，你当我是第一人格吗？Shit.
怎样？要不要学？打宗师也用的光炮怎么样？简单。真的啦，你们钻石一下这样子盖，没有一个守得住的好啊。除非他今天知道你要放光炮，不然你这样盖，他开了矿几乎都稳死了。好吧，盖死他。既然钻一那边太多人放招，那你就盖光炮啊。你 BF 开他12滴，你还可以盖光炮，好不好？然后两矿开始就出航母，两矿龟缩航母，钻石以前应该是没有问题了。